是吗？我确定吧。啊，请你大声地说反出正这个错歌了，的你名也不字。能怎么样我。好，请你大声地说出这个歌的名字。喜欢你。好的，各位粉丝听到了，刚才翟潇闻给你们表白了，什么玩意？现在是害羞了吗？刚表白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点错？没错，正确答案就是喜欢你。那喜欢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他最近很火啊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听到嘛，因为他毕竟是你的师妹唱的歌嘛，就是你师是妹的。在创造营2020里面有很多人都翻唱了这个歌，对不对？我前两天还专门学了这个歌，因为之前野哥要录抖音，树上叫我一起唱，但是那天我没有妆发，我说我不唱，我改天跟你唱，然后他自己又给录了。那么择日不如撞日，既然你 Q 到了这里，来，有请。有请唱一下吗？是要嗯，来，准备一下吧。好，既然你提出了这个要求，那我就满足你。但我可能记不清歌词啊，我就忘了的话，我就直接带过。好，没问题。我看看啊，我喜欢这样跟着你。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清晰，明天也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贴近我的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你明明说自己记不住词，然后唱的比谁都溜。我是真的忘了一个，因为我当时就为了跟野哥拍抖音，我还故意学了这个，听了好久，这歌还挺不好唱的。马路杀手，你有点谦虚，而且很好哎，听。不，人家要谦虚嘛，不能太张狂。好，没问题。刚才粉丝们都听到了吗？这个是翟潇闻专属的，给你演绎的，喜欢你的版本。